而过年前夕呢，大家都忙着要采买年货，其中又以传统市场的年味最浓厚了。花莲市长魏家业日前也协同了市场管理所长邱新都等人，前往重庆市场还有大同市场，向摊商及消费者拜早年，发送传统春联，也实地了解春节供货状况，并且关心摊商的生计。再过不到一周就准备要过农历新年，市场买气热络，消费人潮穿梭在市场中购买年节所需用品。花莲市长魏家彦则协同市场管理所长邱新都等人前往重庆与大同市场，向摊商及消费者拜早年，发送传统春联。真的很感谢我们过去的这一些年后，然后摊商对家彦的一个支持。那今天发送春联有两种款式后，然后来给我们的采买的我们的市民跟我们的一个所有的老板齁，那我们有春联是两种款式，一个是我们跟当肯合作的金兔报喜玉兔迎春的这一个部分，然后还有我们另外一种款式，那我们福兔迎春的这一个部分。那也希望这两种款式我们不管是市民还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喜欢这两种春联，那也希望带给我们新的一年都能大家平安，大家赚大钱。魏家彦除了祝福摊商生意兴隆，消费者福气满满，他也表示新的一年花莲市公所会持续推动市政建设，其中针对传统市场的营运空间也将补强与改善，让购物环境可以更为舒适，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传统市场。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